生活的这个伦理，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要想到方便自己、利益自己，也要方便他人、利益他人。这个应该保护自己，也要保护其他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关心一下台北人的命运。不知道您曾不曾看过这篇文章，这是刊载在报纸上的。他说，生活在台北的人呢，受环境的影响，心情紧张，所以容易造成小孩子气喘、老人风湿、女人抱怨、男人郁闷的现象。那么究竟身为一个台北人，该如何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又如何改善社会环境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其实我们今天呢，这个世界上的人，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只要是都市生活的人，都是在紧张中过日子。紧张的情况啊，工作的时候紧张，休闲的时候紧张，吃的时候紧张，玩的时候紧张，而有工作的时候紧张，没有工作的时候也在紧张。因为这个环境呢太小，人口太多，资讯太快，和空间的感觉啊太小，所以空间的感觉的小啊，一个人口密集，第二个交通便利，所以感觉到这个非常的生活的空间呢非常的小，一直碰来碰去，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呢左右啊都不是人，都不好过，都不舒服，都会让你感觉到不安全、不安定、不实在、空虚，所以是呢形成了今天的人呢就是在紧张中过生活，因此呢互相的抱怨的情况就来了，互相的猜忌、互相的争执、互相彼此之间的不宽容啊、计较啊就来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有自我的身体，还有自我的价值，都不希望有另外的人呢损害他或侵占他，因此呢为了保护自己就不得不紧张，为了啊要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安全呢或啊争取更多的保障啊，就不得不紧张啊，因此就有彼此之间互相的呀矛盾的情况就发生了。所以讲慈悲啊，讲爱啊，往往啊在紧张的时候都忘掉了的。昨天啊我跟我们的一位义工菩萨讲，我说你做义工，你正在带着我们法鼓山的几十位义工啊，你对他们态度要谦虚，要慈悲，要啊客气，时时刻刻不要忘掉对不起这个三个字，也不要忘掉说谢谢你，也不要忘掉了请教你，这几个字啊不要忘了。还有呢，不要用粗俗的话，不要用啊直话直说的那种啊直击的尖锐的话，重话
锐利的话都不能说啊。他给我怎么讲？他说：“师父，我尽量的做，不过呢，在急的时候，在忙的时候，在非常啊，紧要的时候，他说会口不择言的，他说就会忘掉了，这个要说对不起，要说请教你，要说谢谢你，已经忘掉，而很可能一下子就是命令语，因为命令语很快很容易说出来，这个效果还蛮好的，还很容易用这种指责语，就叫他改过的时候啊，叫他改进的时候用这种指责语，这是很容易。再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紧张的情况下，就会使得自己的慌乱失序。因此呢，我们要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之中啊，随时随地要把身心放松，要把头脑放松，要把心情放松，不要经常啊紧紧张张的，心情要放松，这是第一个要紧的，身体啊要放松，是第二个要紧的，然后呢再考虑到动作，不能出，不能抱，还有语言不能够啊这个非常的太直，这个时时刻刻注意这样的这种情况啊，注意自己，检点自己，勉励自己，特别是在忙的时候，特别是在紧急的时候，更要啊稳定，更要啊放松你的情绪啊和啊身体，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就是啊面对着非常麻烦的事，你不会啊很痛苦，就是人家在抱怨呢，你听到了你也不会难过，你也不会啊反击他。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这需要这样的方法或这样的观念呢，我们法鼓山就在推动这样子的一种啊运动，就生活的非常愉快，非常的自在，非常的轻松。阿弥陀佛。在短暂的周末假日里，现代人该如何在修行生活跟休闲生活里面做适当的选择呢？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我们首先要问，人为什么要有休闲的生活？休闲的目的是在于什么？我们在过去中国的农村社会啊，只有一年呢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呢冬天呢没有办法下田工作的时候，是休息的，叫做农闲的季节，是在家里边休息。其实在农闲的季节啊，也并不一定啊是在休息的，而是呢在家里边也有副业，也有手工艺可以做的。所以是呢，没有一定需要有休闲的生活与休闲的活动的。日出而住，如日暮啊而息，像这样子的生活，每天每天每天呢，这是非常健康的生活。问题现在的人为什么要休闲呢？因为工作太紧张，因为啊我们的环境啊太啊复杂，所以在工作的几天之后啊就非常的累，非常的疲倦，希望啊调剂一下。因此呢，所以需要啊
要修甲，那也就是在工商业发达的都市和工商业发达的社会呢，需要有休闲的活动的。那么这个休闲的活动就是让大家到野外透一透空气，疏散一下自己的心境，平衡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去努力的工作。所以休闲活动并不是坏事啊。现在我们就要问了，而要谈的就是修行算不算是修行呢？就看什么样的修行。如果是正统的、正确的佛法的修行呢，比修闲更好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教人家修行的方法，是首先要放松身心，要放下所有的所谓尘劳，也就是呢，在工作环境之中，家庭里边所赋予种种的压力、刺激和不自然、沉闷、苦闷，那么因此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了，有一种厌倦疲劳的感觉。那如果到了我们寺院里面来，我们一进来就要叫大家试着把在修行时间以外的所有的一切的事全部把它暂时搁在一边了，不要想它，不要管它，还没有事情还没有发生的事也不要担心它，已经发生的事由它去，要处理的话让我们头脑清醒以后这个安静一下子以后把我们的头脑清理以后再来处理，那样子的话可能比要去做个休闲的活动更有用。所以是呢，现在的许多的人呢，如果说是接触到了我们的佛教的，特别是禅的修行之后呢，觉得要比休闲呢更有用。所以现在像我们法鼓山龙禅寺以及我们的各地的分支道场都是利用假期、假日、周末来举办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活动，让大家在这个工作五天或者是六天之后呢，有一段时间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面对自己，而能够放下一切所有的压力负担和情绪烦恼的一个机会。那重新呢进入一个没有负担的、没有压力的、很自然的自我的生活，就是先呢就是回到自己的生活来。所以修行本身呢是跟自己活在一起，面对着现在当前的自己，而不要被在这之前、在这之后许多的事、许多的人、许多许多的问题所困扰，就是保持一段非常轻松自在安宁的一段时间，让自己好像来做一次这个头脑的体操，或者是呢做一次心灵的这个洗涤，或者是呢做一次精神的漂白。所以是在修行的活动要比去休闲产生的功效更大。因此呢现在呢到我们呢道场里边来参加假日假期
修行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在外边呢休闲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所以钓鱼，你驾着车去钓鱼，钓得到钓不到都还在紧张。所以说呢，凡是休闲的活动啊，这是另一次的刺激，而有不同的让你紧张，而不是啊让你的心情呢、啊、身体啊更健康，这是说换一个环境，换一种方式让你紧张而已。阿弥陀佛。犯了错的人该如何取得他人的谅解？我们又该如何学习宽恕别人的美德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恭请圣严法师为我们开示。中国人都会这么说啊，说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语言呢，是人与人之间用得来做沟通表达，这是必须要的。可是呢，如果语言用之不得当啊，小的为个人呢制造敌人仇人，或者是呢伤害到亲戚朋友至亲好友，那个大的呢也可能呢使得许多的人，那是全世界的人呢都受害。所以一言兴邦，一言的伤邦，那语言实在是啊太好，而且呢也是啊太可怕。我们必须要谨言顺行，是为语道口边呢要留半句，或者是呢说啊静坐啊长时己过啊闲谈莫论他非，不要常常把自己的嘴巴凭一时之间的快乐而用讽刺话，用讥讽话来啊刺激他人。有的人呢、啊、真因为你一辈子帮他的忙啊，可是因为有一句话你不小心呢说错了，他恨你一辈子。你过去的所有的对他好处，对他的爱护全功尽弃，一笔勾销，这是多么大的投资啊，是多么大的成本呢。所以讲话的时候呢应该呀要小心。那你既然呢用了这么一句伤人的心的话来说来对付他，那你自己已经做了一次小人了。人家背开你，人家不愿意再接纳你，这是你的罪有应得，这个叫做什么现世报，这就是果报啊。那你只有好好的忏悔吧，你多多的忏悔吧。从此以后呢，不仅仅是不要再跟同样的人呢说类似的话，就是跟其他的所有的人呢你都不应该讲这样子的话，再伤害到另外的任何一个人去。而且常常要用啊赞叹的语言、勉励的语言、安慰的语言、同情的语言、赞美的和啊包容的，如果是能够啊经常是这个样子，对所有的人呢
你都是啊改善改过迁善了哈，也是呢更面呢洗心呢，从此以后你是已经换了另外一种面貌，另外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境，你跟任何人相处都处得很好。渐渐地，现在的这位把你当成仇人的人，当成冤家的人，从啊四方八面听到有关你的讯息，有关于啊对你的影响，那么好，他会自然而然呢、啊，把心中的对你的没有办法谅解的这种仇恨，或者是呢这种痛苦的情况啊，会渐渐地淡化，然后你要在适当的场合去照顾他，去关怀他，跟他相处。也许开始的时候有点怪怪的，做仇人已经做了那么久了，怎么可能呢又做朋友了。不要太勉强，不要太快，不要太轻，还是啊君子之交淡如水，在必要的时候要你去赞叹他，要你去帮助他，要你去鼓励他，安慰他，这个时候你适当地啊奉献一些，这样子这位朋友还会回来的。阿弥陀佛。自己在生活之中我们扮演的角色，我们应该尽了什么义务，我们不要让人家受到损失啊，受到这个扰乱，那而自己还是要帮助人家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才是啊就是生活的伦理。